很稳定，我里面还坐着架子呢。对啊，你看。嘿啊！靠！家己北的，加偌稳的。真的嘞。对啊。而且你放在这样子，你的鱼放在里面呀，还是什么？啊，鱼我放鱼呀、啊，对吧、啊？你要放小刀也有隔层啊，多方便啊！真的，对吧、啊？啊，我安尼家己做起来差不多三四百块吧，三四百块。嗯。对啊，有的人是放，放歪了爱失败。真的。嗯，现在没单，你出去绕也不会有单，也不会有单哦。不会有单，我早上就去绕了、啊，没单、啊。我早上绕到那个长春，你知道吗？长春快复兴那块，我看你俩的是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坏的。什么时候坏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今天早上发现的。我装了回去啦，哎呀，好像穿外套一样啊。习惯拉太低就好，不会掉嗯，反正还装得回去都小事。反正这下半个月我已经放弃了。对啊，然后下礼拜我又去三重，回三重，然后跑三个时段，就是早上、中午一个时段，晚上一个时段，然后宵夜就是再一个时段。对，人这样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对，我都从新庄跑来。可是新庄那边的单不是听说很硬？对啊，是吧？都很远啊，听他们讲都超远。对啊，什么上新庄跑下新庄，下新庄哪又要送到上新庄？但那个他妈超过三公里以上，好不好？超累。干、新庄看到熊猫有时候干气好快、啊，笑飞啊！因为距离远啊，那要飞啊。不飞你做不到啊。有没有考虑去龙溜连啊？我是已经放弃了。对，我刚才看我下半个月到现在才100多张。下半个月，都已经到这个时间点了，我才100多张。干丁老师，正常，正常、啊。我等一下骑摩托车这样绕个一圈，绕个五圈。绕个五圈没有，太都不知道怎么绕啊！怎么你也看起来那么绝望呢？很衰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一点过后都军二而已。你还有军二呢？我军一都没有嘞，军二。我一点过后接了一单1000块。1000块的饮料，哇塞！坐在他店门口，然后他跟我讲要15分钟，我坐在店门口，然后15分钟过去，我问他好了吗？一定还没啊。刚那个客人打电话过来跟我讲说他要取消，所以我们不用做。靠杯，感觉一整个被耍，靠腰。然后后来就送一单，送完一单又接到一单6000块的披萨单。刷卡吗？哦，转掉了，直接转掉。但是那要做1小时半，做到死哦！干6000多块的披萨，操你妹！要不要十几个以上吧？30个。30个，干，可怕。不能等啊，我只是懒得再去跑啊，因为讲真的，今天跑哪都差不多啊。
没有啊，这一块已经不行了，这一块已经不行了。不行，这一块不只是 Skia， 这一块已经不行了。这一块就原本就只有 Skia 可以到100多，那现在 Skia 原本可以到300多。对，九月那时候啊。对啊。可是这里店家其实他妈的真的很多，可是就他妈没人叫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 Skia， 然后 Combine， 然后天影小座，吉野，然后吉野隔壁的天人名茶，然后那个现在连那个黑黑龙也是，那个斜对角那个天祥路路口的那个黑龙堂也是。龙堂。嗯。现在不知道，不行了吧？嗯，那我明天下午要去瑞安街，我明天下午要去瑞安街拿那个头巾，不知道有没有。今天说还有一箱半，明天看看。有我就拿，没有就算。我还有2个小时。干，我现在才12，他妈龙溜的呢我。前两天我还有稳定金山呢，干，今天真的很凶。不然你先机关香香机，你现在很想冲的话，真的要离开这一块。1200，没有，我要下班回家吃饭了，15分下班。因为。这里好多资料，原本都来这边等，就一上班就来这边等，现在没有，我都要往里面。你要往里面走啊？我这一块真的不行了，要我们要换地方，我们要往别区跑了。阿尼，你们要换别区跑，我明天不来这顾了。不是，我说我不来这里顾了，我要往哭啊！我不顾大同了，我往那个中山新义了。往那边看看，我比较顺啊，不然干一直在这里，妈的，鬼刚都来12张，该没话靠近，看定得。对啊，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就看下礼拜的三重，对我上线就在家里上，我都决定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住三重啊，而且三重真的，我原本都抢9点到10点的。的那个时段，现在都抢不到了。对。哎，回来了。在前面的那个，我发现那个暴击啊，你知道大同北路吗？我就在这里。大同不知道。我家就在那附近，就在那附近。然后我9点就上线。对啊。然后在家里睡觉等。可是就要用旧的。哎，我爽。我家住碧，刚刚醒来一单都没叫。我家在碧瑶国中那边，五华街也还可以啊。对，我在五华街那块啊。啊，我朋友也有人住你那边，我就说，我刚想说白天下午我可能就四处跑，他晚上我就去他家，对，文化北路那一块。我说我去他那里，然后跟他聊天打屁，然后归在他家。上吧，赶快飞出去，快点。哎、欸，伟阳，你会不会去？不知道。群组啊，我最近不是有拉你们一个群组。群组没有。没有，群组有一个伟阳，12月5号。拉一下，拉我一下。你没有吗？没有。喂。我马上也没加来啊，那先加一下，先加。喂。喂，我加过你耶。有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因为之前有一次系统宕机，我全拉，我拉了很多人。现在再加个，也真的没有了。丁，嗯，人才哦。呀，然后你再拉我。等一下，我正在找。
欸，我拉你进台北的群组吗？对啊。那你要吗？12月11号。12月15号。怎么统计的是这个？它在哪里？公记事本。自己付钱的尾牙吗？当然啦、啊。看。去瑞安街的啦。去瑞安街跟他要，他不把你撵出去才怪。喂，哎，请问你是？嘿，哦，我在上班呢，不好意思。嘿，好，晚上凌晨了吧？没有啊，没钱啊。哦，对啊，哦，哦，好，拜拜，我拉了。哦、我送过一袋香蕉的，80几块。对啊，一杯豆浆，然后我看金额，看80耶，他跟客人说80耶。现在越来越多客户对那30块已经慢慢的不是很多。不是，现在是因为这个平台弄了太多问题了，不然的话，其实客人没有太在意那个外送费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帮客服他会在意。所以他现在这个平台弄了太多问题出来。所以导致其实叫的客人已经越来越少，然后又加上人口加进的速度太快，对啊，主要是那个外送员太多了。瑞安街每天都在两场，每天都在两场。我觉得倒不是单店少，是外送单有变少，单也有变少，因为你看店家的数量，你看它的数字就好，对吧？所以单其实也是有锐减，对，它只是刚好因为这样的东西两个一起掉，所以我们很明显的有感觉。不然你讲真的，那 Skia 还在300多，我们现在不用担心没有单。对啊。奇怪，怎么掉那么快？有单？这么扯？混蛋！有没有，有单没有？啊。但是我要下班了，对的。所以待会你要飞中华，新闻厅之类的有没有？尾单都会飞啊。我知道啊。对啊，尾单都会飞啊！操你妈的，干！你说调度没空，我才不信呢、欸。每次尾单都在飞，干，不论你哪个时间点，我下班都马在飞。可是有运气好就没有。可是十之八九，大概十之八九，大概近80%以上吧。70-80%都会都在飞啊。可是也不能这样讲，因为你尾单在飞，啊后面接的他就会比较轻松。没有啊，可是他原来想一下，我们下班时间每个人不一定哎、欸。对啊。我觉得应该是他手动硬飞的好不好？那。不然的话，你跟你平常这样子送的话，你尾单送那么近，下班其实是刚好的啊。等一下每次尾单就给你飞飞飞，不然等一下你看他出来会不会飞很远？所以他假如等一下飞明年西，那就哦干就无所谓啊。无单呢？无单啦，我唔知多阿姨就甲你讲，你哪辈你爱走位啊啦？我已经这半个月我已经放弃了啦。我等一下去盐山夜市，那边还好一点。哪里？哦，盐山哦。因为那边店蛮多的，偶
化街那边也没有很好。通化街群组的人说昨天卡，我昨天休假，我看昨天群组就有人在讲。卡什么？就是没有单啊。通化街，你说临江街哦？对啊，对啊，临江那一块啊。群组就也没有很好。那边可是那边晚上到一定的时间都还是有一定的程度。对啊，对啊。我昨天在哦，我昨天前天一直在那个湖心街那边。哦，觉得好吗？我跟你说，那一直跑山上。可是吴兴街的单顺起来还蛮顺的。对啊，对吧？我就整整一个多小时那边弄了，就是一个多小时快两个小时，弄了七八单在那边。因为吴兴街其实有时候不用飞啊，就像这个地方概念，就像这样啊，这样子送民权西这样子啊。对，他只有这边去挂留到六百下。对，我快讲，就有一单到六百。紫云街，可是运气不错，在晚餐时间六百下。128那个社区有没有？去了之后马上就有单，就拉回去。知道啊，我有一阵子跑那里。可是那也是偶尔会这样，有时候是没在家里算。就会中那个紫云街，你知道吗？但哦，我跟你说那个紫云，我刚刚中那一张紫云街超分路的，你知道吗？超分路的。对啊。已经那个山路已经斜到，干，我心里想，干这对吗？我是不是走错的那么斜？然后我一直骑一骑一骑骑，啊，隔几个又骑一骑一骑，一转过去，干真的要跑死了。我也是，我走错了。我也是去那个和平东路三段四五百号的，那个也是斜啊。我想，哎，这个爬和平东路三段，我正好爬山的啊。对，我说，哎，干这爬坡，他再过去不就是木栅了？对，爬坡都快四十度了。爬山的啊。哎，那个都很斜，我想说这上去会不会有人啊？就真的有人呢。上哪上哪？还好啊，还 OK 啊。哎，不，南京西海没有，就算到南京西海啊，那边没有多远啊。哎，有单嘞。南京西大概顶多六七分钟吧。吉隆堂，干我又吉隆堂，操你妹的！吉隆堂在哪里？对面。就我刚讲那一间啊。吉隆就是天祥路入口。康世美有没有？康世美旁边有一家面包，它有一个饮料店。新的吧？没有，很久了。有一阵子了。干那阵子比较刚刚，刚刚三十号也是我，他妈的，现在三十一号也还是我。最很流行黑糖的饮料啊！我刚拿来送马街啊，干！阿水啊！你看马德林呢？马德林不是一部分。快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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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推不出新花样来就算了。马德里不是一不关的想念你，想说怕你躲成这样，感觉快被撞了。
嗨嗨，有人在吗？嗯，阿达波了。哎、欸，鸡笼汤的人没去啊？哦，好。哦，好哦。好喔、哦、好喔、哦、没有赶没有赶，你慢慢来，我刚才只是想说我找不到人，要不就报我的单号而已啊。对，好，所以你除了这边你也要用里面，啊，那饮料店的人呢？那您先忙吧，不用管了。小心。